上个视频抢救这颗鸡爪切，爆牙了。这种情况下，收牙是关键。下面还出了一个小盖，可以多一个三盖。意想不到的收获。现在就是把下面的枝条更多的缩回来，因为逼出很多的不定牙来。剪掉这些杂乱无章的，留下有用的。收牙，把下面的牙过密的牙齿剪掉。顶子要放养。蒸完液以后啊，记得给它剁个药浴，杀下菌。鸡爪器特别容易造菌，这是养护的关键。还能出养出一个好数量，感谢支持。